们进去，实际门口站了一排的师兄不让我们进去，连他们的信众当天要去买香鸡饭什么无骨粉的也说不能进去。好，这就是慈济说他永远对大家开放大门，这种实际上做法跟说的完全不一样的行为，请大家评评理。说一套讲一套啦。没错没错。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最新的新闻啊，这个邱鸿甫台中胡市长啊，把一个大水洞啊变成志鸿池公园，大家给他按一个赞好不好？好，胡市长赞赞，郝龙斌加油，郝龙斌加油，胡市长赞，胡市长赞，郝龙斌加油，郝龙斌加油，把惠华田图的湖地变成水马公园，水马公园，水马公园，惠柔恢复志鸿池功能，恢复志鸿池的功能，反对慈济变更保护区，反对慈济变更保护区。胡市长赞，胡市长赞，郝龙斌加油，郝龙斌加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感谢大家黎明哦，我们充分的表达我们这里的意见，我们相信媒体朋友、环保团体，还有这些州官呐、哈来参加的民意代表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了。我们现在正式来跟慈济对话，看他要不要让我们参加他们说明会，我们来表达我们刚刚的意见，好不好？好。说明会没有跟李明说明的习惯，可以吗？好。啊，慈济不要再骗我们了啦！请进，请进，请进来。哎，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他们刚刚说的？你们前两天才告诉他们，保护地就是保护地啦。有什么二话可以讲呢？真的。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请你们说明一下，为什么两天前才通知他们？是每一个人都不敢对上面讲话，是不是？没有没有。哎，实际这边是可以盖房子，但是不要盖那么大的房子，听不懂吗？我们欢迎你们进来，来。我就不听嘛。那我们欢迎你进来，来。保护地，保护地。来，请。来，请。这保护地，懂吗？请。保护地当然让你们这样一开发，你看所有的财团是不是就跟着走了？请进来。公开说明会为什么道理名不大？有。不会公开。反对的意见，他只针对官员、议员、警员做说明会，这一场说明会就是这样子的本质，请大家去看一下他们公开的这个公文。谢谢各位。谢先生，李先生，我们来问一下，李先生，其实我们希望你讲一下，目前来讲，你们希望。